主料加半汁辅料油盐料酒葱八角花椒桂皮老抽姜香叶白糖。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鸭子半只姜葱香叶八角桂皮花椒料酒老抽盐白糖少许。首先将姜切片葱白切断鸭子砍成块。锅中倒入小半锅清水下入鸭块捉去血水捞出入凉水洗净。锅中放入油下入香叶八角桂皮花椒姜片葱段煸香。接着将鸭块倒入锅中煎出油之后淋入适量料酒老抽翻炒上色。随后倒入清水以盖过鸭肉位移加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煮一个小时。待汤汁浓稠时加半勺盐少许白糖拌匀调味就大功告成了。烹饪技巧炒的时候要少放油因为鸭肉本身就比较肥炒的时候会出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